想必养鼠的宝贝都知道仓鼠很怕冷，所以温度低的地方的宝贝该给鼠鼠一个保暖棉窝了，不然鼠鼠可能会感冒的。这个棉窝造型可爱，外形立体，鼠鼠服服的，鼠鼠很喜欢，进去了都不想出来。棉窝可拆卸式设计，方便清洗，有需要的点击左下角链接购买吧。